那接下来就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了，身边的两个男生当中你只能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最佳男主角。来，哎，请我们的墨雨云间剧组的三位请站到舞台中间，来准备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哎，不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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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来，加油，请选择。我选的就是你。OK。天哪，我看到了我的命运。我还要坚持。没有。没有勇气过去对迪哥说我选的就是你我来了哈哈哥来轮到我们了，来来来，你要说，你要看着他三秒然后对他说我选的就是你，你不用再看我了为啥呀，怎么又看我一眼了，我这得对吧，对，我选的就是你，谢谢，哎呀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弟，明白了，我懂这个逻辑了，对对 对, 对，这时候选谁反而不见得是帮谁，我们组受惩罚的概率太大了，哎呀完了，对、啊、我觉得我弟男生组能逆袭啊，你现在才明白什么意思，你才懂，那你不用免罚卡，就是你好不容易抽的那张免罚卡这期就想给你用了，哇、哦、哎六个六，啊！我刚抽着，我要留两期，那就待会儿赢呗，待会儿赢嘛，对，好吧？好，来，最大的悬念这一组，失效剧组，我们月月到底会选林一还是杨大呢？沈月，不要背负那么多剧圈的任务，做做自己。林一还有能力回来，我出去我真回不来了，真的。我出去就完了，我们是为了保护你呀、啊、哥，然后呢保护我呀，我们两个去受惩罚，你在这儿可以那个行，我是享福了，你的福气到了我就在这儿享清福，孩子们什么结束了是吗，我还没说呢，没说，你要面对沈月站着这样才能看到他的背影，林一你一定能回来，林一能同时看两个人啊，同时看两个人，你俩在对视啊，跟我对视，不是明明中间有一个人，林一居然可以跟我对视我们真的是够了，同时看两个人我也不想走，好，月月其实你选的是林一对不对，好，说出这些台词来，好好好，我选的就是你，哎一个拜拜啊，来来我们仨，我选的就是你们俩，对我也是，我就想跟你们在一起，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现在三个男生一组叫做复仇队，最后一个环节复仇环节，加油开始，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想来现场看好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优酸乳精装果粒，喝出果粒嚼出滋味，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之前我们在微博你好星期六超话中发起了你好星期六超话许愿池征集活动，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愿望，并且邀请到了大家期待的剧组主创和嘉宾来到了好六街，完成了梦幻联动，网友都说好六有求必应，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锁定你好星期六继续下面的精彩，来我们来说说规则好了，现在呢我们上一轮之后有三位男生已经成为了这个复仇队啊，对，好吧，那我想呢
人家出双入对好像已经形成了个短剧的固定班底，但是我们每个男生都还有这个翻盘的机会啊。嗯，那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游戏叫做云朵争夺战。好，游戏是怎么样的呢？大家要根据音乐来进行绕圈跳舞，然后呢我们的何老师呢会每十秒钟随机抽出一个云朵的颜色，抽到任何一个颜色将会是进攻方，可以去抢任何颜色的云朵，然后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台子上面就算成功。这个游戏会决定我们的惩罚队伍是哪两支队伍，只要你们进入前两名就不用受到惩罚。老秦，老秦，老秦，你顶好一狗我就顶他们，你就顶老秦我们啊，老秦老秦有厉害，搞他们搞他们搞他们，就顶零一的滚起开啊，准备啊，来。好，那首先呢要有请谨言和星月出场来带领我们跳哪个动作，接下来就用这个动作来转圈跳舞，来请放音乐。好，我们最终要用哪个动作来进行？不会是这个吧？用哪个动作走？啊，对对对对对，这样，一、右脚，二、一、二、一 ，OK， 来，行，就这个动作，来走，音乐起，啊走啊这么走啊，就这样吧。哎哎先远点。好，现在何老师要冲出来了，准备好了吗？我不看。进攻方式，黄色。哇。紫色，你看，我是最幸福的男人。没事。现在有第一个安全队了，就是墨雨云间队。下一个成功的队就是另一个获胜队了，大家拼了啊！最后一次机会啊，弟弟，你先来个动作来。
弟弟刚坐下，来，请放音乐。好，现在要选择的动作是哦，这个好，好，好，来准备，保护啊，请放音乐。零一，搞零一，搞零一，零一，今晚零八，把你们失效给干了，零一，哎，零一。你们得双人合作，一个人很难完成。太颠了，哎，李毅太颠了。紫色，紫色进攻。来，李彦拿，赶紧的，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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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黄色，你想，你想，你想，哎呀，拉抓抓，拉抓抓，哎，一个抓了一个，哇。复仇成功！你赢了，复仇者来了啊！那么祝贺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两个队伍，分别是墨雨云间和我们的男生复仇队。耶！刚刚那一下可以，突然拿到了。那么要接受惩罚的呢，就是我们的失效组和我们雪琴和老秦。好，我们现在要移步到对面舞台。今天经过几个游戏的比拼呢，最后首先要祝贺的是玫瑰最多的是我们这个爽剧赛道的女主景妍，恭喜。所以呢，大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呢，要发景妍这一组的双人海报。